專業超 flashcards， 今次咧就由第十五章講到第二十五章嘅。咁今次咧就係講 time signature 拍子記號 3/4 time three quartet beats in a bar。咁咧亦都可以叫三拍嘅歌做 triple time 三拍啦。Quartet 係英國人用四分音符，美國加拿大人咧就叫做 quarter note。咁小節咧英國人咧就叫做 bar， 美國加拿大人咧叫小節做 measure。好啦，仍然是三拍喎、啊、記住三拍的節奏呢，我哋會數 1, 2, 3, 1, 2, 3。第一拍呢就要着重少少啦，咁要仲有兩個小節啦，最後有 double bar line， 雙小節線就係完結啦。Tap the beat 啦，記住 1, 2, 3, 1, ready, go. Half note, ta, half note.Ta， 我哋叫两拍的音符做 half note。好，咁跟住咧仍然是三拍，亦都有两个小节。准备啦 ，ready go， ta ta ta， half note rest。系啦，后边咧就有啲选择可以俾我哋咧。有啲人咧就会讲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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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看看老師的習慣是怎樣了，也都有些老師呢是講兩拍呢做 ta 啊，休息一下的呢有些老師就會叫做 sa， 沒所謂的，三種都是可以的，也都是數回 1, 2, 3 都可以的。好了，接著呢仍然是三拍啦，這個是dotted minim 或者叫做 dotted half note， junior 2我們就會教 long half note 三拍啦。準備了 ready goTa,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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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half note. 是啦，这个音呢就要按住三拍 ,three counts. 好，跟住呢就睇返音符喎，加线音啊，呢、这个系呢个 B, G, 高音谱号啦 ,treble clef, 睇一睇嗰个 B 喺边度先，就喺 middle C 隔篱啦 ,middle C 喺呢度啦 ,C, B, B, G, T, so, interval 系 minor C,好，咁跟住咧就到下一章咯，第二十章啦 ，bass clef 低音谱号 B G， 系啦，记住又要识弹噶。如果你唔知道个位喺边度咧，就睇翻呢个卡后边就得啦。揾到 middle C 就揾到个 G 同埋个 B 咯。B G T so minor C， 好，跟住咧就系、第二个空位嘅 bass clef 低音谱号啊，呢、这个系 C。第三條線 line note 低音譜號 D， 跟住咧就係、是、space note 第三個空位 1, 2, 3 E， 係啦 bass clef， 穿住第四條線啦，呢、這個音符係 F， 好，跟住咧就去到第二十五章咯，第四個空位 G， 記住一定要識彈啦嚇。啊找回看回个图就懂弹个 G 在哪里了。G。